云筒复合硬质板生产线，适用于将2到6层60到600克每平方米的卷筒纸通过液压成纸机、天桥输送机、预热器、对边机、涂胶机、粘合机、整形机、烘干机、冷却定型机、牵引纵切机、横切机、堆码机等工艺复合为所需要的各种厚度及规格的硬纸板，也可将不同种类60到200克每平方米的各种卷筒面纸复合在不同品种的卷筒底纸上，复合成特种硬纸板，也可将600克每平方米以内的复合纸复卷成所需要的卷筒纸。该生产线具有设计合理、结构紧凑、自动化程度高、操作维修方便、节省能源等。